天大没有围墙的教室，坐标天津大学建筑北馆。这座两层的教学楼，独特的建筑外观，炫酷的教学环境，打开教室的围墙，打破学科的藩篱，接下来带你走进炫酷的建筑北馆。打卡深夜里的北馆，从进门那刻起便被随处可见的胶带吸引了眼球，门上的柯南让打卡变得不那么简单，地上的案发现场遭到了升级，多了一丝幽默。11号球员在这里三分出手，显然球进了。另一侧绘画板上中投出手，另一块板上起跳封盖，在罚球线罚个篮，也许这就是热爱。顺着楼梯上楼，墙上的表情包写满了有趣。上到二楼，映入眼帘的便是哈利波特墙，手上的魔法棒还是 3D 立体的，一直在墙上悬浮，也许这就是魔法的力量。海贼王攻占了配电箱，猫咪在暖气片上起舞，科普西耶人站上了窗台，精简版的钢铁侠现场监工，地板上被写上了关于爱情，三只小恐龙在窗台上见证了爱情，大红喜字也许是今日最佳，更多有趣等你来发现。